各国人遇上肥肠，樱花国。呀西，哇哦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可以。西班牙，这个我们的特色，好吃。浓浓浓浓浓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嗯，nice。嗯，中国。 太慌了，住口！你这样吃得冰的啊！你别看长得漂漂亮，其实里面全是虫。怎么可能？你别不信，脑花里的虫非常的狡猾，一定要仔细的寻找。我现在就给你打一只出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瞌睡虫。竟然真的有！你要是把这个吃下去，你以后天天都想睡觉。我的天哪！我不吃。哎，我拿去给你处理了，幸好有小李。 啊！王，加点这个，小李，这个熔岩蛋糕你敢不敢吃？我吃啊！嗯，没看到我在那捧脚气吗？我看就不敢吃，还装。哼！喂，等一下，就没有我不敢吃的。哇哦！嗯，这不啊？再加点剁椒。炸！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这么能吃啊？你们说咋办？最近小李有点贫血，我给他来个补血套餐。 加点菜就行，3毛钱的鸭血，还有3分钟过期的生抽，再加个鸡蛋，撒点辣椒面。对，小李，给你做的补血套餐，快吃。嗯，全是世界顶尖的材料。嗯，哇，好吃啊！嗯，这顶级的食材就是不一样，好吃。嗯，看来我厨艺可以，下次给他吃啥呢？把啃出来以后大口吃才爽。也不难的嘛，去买点醋蘸着吃。喂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加点辣椒。 喂，我说吃完了，怎么着？还要吗？我再给你啃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等一下，先别吃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是啥？嘿，这是我长白山带回来的蒸汽，吸一口就能让你变聪明。真的假的？乖。现在我来考你一下，二加八乘2等于多少？嗯，20。这么难你都答对了，天哪，我真的变聪明了！你把鸡腿给我，我这还有更高级的。 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那是真的啦！啊，东西两口马上智商就有250了。是吧？我是来自2027年的李维尔，我一觉醒来就到了2021年，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从2027年点的外卖，它是个送餐机器人，长得跟真人一样。最后告诉大家，2030年千万不要去樱花国。 想知道怎么把辣椒提升10倍辣度吗？可以把辣椒剁碎，把它们放入容器中炸锅。我要跳舞。辣椒提纯装备，生火。马上辣椒精华就会从这个管子中出来，注入这个杯子中，3斤辣椒才做了这么一点。把它注射到烤鸡里。厉害，烤鸡给你吃。烤鸡我最喜欢了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哇，你这个鸡都好辣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火鸡，别酱。 放，首先准备一根成熟的母辣椒，然后从你家的空调遥控板中取出一块电池，用电池负极与辣椒进行充分的摩擦，手上撒上食盐，将电池正极放在手上摩擦，使手充满了正电极，请不要眨眼。巴啦啦小魔仙变身！哇哦，现在它辣椒素已经被完全激活，小丽试一下。这也没啥特别的，滚！真的好辣，而且我感觉有股电流在刺激我的大脑皮层，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就要去充电。 太爽了，3人3猛，又一个人吃好吃的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嗯，恭喜你，少年！哦，奥特曼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你想和我一样帅气吗？想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好，我将赐予你奥特曼变身器，负气。但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你得把鸡腿给我。我当然不自私了，这咋用啊？简单，你只要大声这首歌就可以了。 又要吃到手上吗？来看我怎么搞死！先捡气球灌满水，然后砸下他的左手。根据8减3乘2等于10的原理，鸡翅脱手后肯定是掉在这儿。嘿嘿，来了！啊！哎呀，砸歪了！别砸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！这我也没带啥好东西，就陪你点辣椒吧。又用这一招，我今天就算被辣死，我都要自己吃。我太难了。
下次换个更大的辣椒。今天我要做一个秘制小汉堡给大哥吃。先来一片贼圆的面包，加入 17.5 万辣度的剁椒，加入 A57 进口鸡胸肉，均匀匀的撒一点点辣椒面，最后给他盖上，大功告成。现在找大哥。大哥，今天我做了个秘制小汉堡，你先吃。好了，今天主动拿吃的给我，啊，我平时都不叫他，是我太自私了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坑我这么多辣椒？没坑你啊，我们四川都这样吃的。嗯，哎，我自己吃吧。这蘑菇这么怪的颜色，是肯定要的。等一下，你别浪费啊！这个笑笑刀还是可以吃的，只要加入消毒三件套就可以了。醋、辣椒、芥末，这很酸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你说话不要扭，不尊重人。我没有扭啊！我操！一会儿骰子摇到几就放几个好经验的劲儿。一颗有啥意思啊？要玩就玩三颗。三颗？这视频拍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一颗就一颗嘛。我这个，不用摇了，我直接加。我跳五九，搞定了。姜放多了，太腻了，加点蔬菜。勉勉强强，竟然过期这么久了，不然加工一下给小李吃。把它狠狠的丢到盘子里，加入火鸡面的酱酱，把它抹均匀，放一把大家都喜欢的折耳根根，最后撒点白砂糖给它卷起来。小丽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吃东西。你没看我在减肥吗？不要拿这种高热量的给我吃啊！高热量，冷的大热量哦，冷的，你早说嘛！老板高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特地给你定制的，这火鸡面的酱配上折耳根，太爽了，简直是冰火。什么玩意儿？1986，过期34年了。粉丝给我说用蜜雪冰城煮泡面牛逼很，那我今天就做给小丽尝尝。田虎提醒大家，在家自己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买带冰块的，煮了好久才开。哎，方便面的调料千万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是精华。最后再给他来点小蔬菜，马上煮好了，我们给他搅拌搅拌。闻着有点香。小丽，开饭了。这啥玩意儿啊？金汤肥牛面，原材料用的都是国内大牌，炖了好久呢。让我尝一尝。这味道不错，酸酸甜甜，有股东南亚的味道。妈，真香啊！哇，好吃啊，吃这么干净，下次给他吃个啥。又背着我吃好吃的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哇，嘿嘿，杀还靠技术。嘿，冲，哈哈，考进我的啦。哼，肯定是小李，看我给他来个刺激的。辣椒香，哎呦我的妈。哎呀，天这么热，喝个鲜榨果汁太舒服了。拉了吧你，嘿嘿，起鸡了。哇，这味道不错吧？哇，这果汁配烧鸡也太爽了吧！我太亏大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隔壁大哥小李。不经意，我们玩快手已经足足一年了，粉丝也突破了150多万。这期间也没给大家准备礼物，这次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10万份蓝牙耳机，给大家包邮到家，苹果、安卓手机都可以使用，还准备了10万份充电宝。什么时候没有了，什么时候这条视频就删除了，绝对保证包邮到家。如果你还能看这条视频，就说明礼品还有。下面我就教大家如何包邮到家吧。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链接，一定要点击左下角这个链接，即可立即下载淘特 APP。下载完成后，我们打开淘特 APP， 然后使用淘宝账号就可以直接登录了。登录成功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包邮到家这款蓝牙耳机和这款充电宝了。淘特是淘宝旗下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登录，抓紧点击左下角链接免费包邮到家吧。哎，大哥，你看我新买的奥特曼会飞。炸！哇，我的尾巴！还好我眼疾手快给你接住了，就是沾了点辣椒，没事。这就沾了一点。我可以洗，你别想吃啊！你别笑，这鱼还这么辣，刚才就想劝你，这是不是洗辣椒的水？那么甜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猪尾巴竟然全是猪肉做的，太好吃了。